八戒，老圣，走了。猴哥，师傅呢？在前面呢。哎，哪里来的妖怪，竟然变成了老孙的模样？你们两个呆子，连妖怪都认不出来。啊，怎么有两个猴哥呀？这，你才是妖怪，我是真的，你是假的，我才是真的。师傅，沙师弟，快看，佛祖来了。是啊，二师兄，佛祖，你来得正好，快帮我收了这妖孽。多谢佛祖，多谢佛祖，走，找师傅去了。